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以山岳门市，以天津之书。 斜于展开了皮脂者门市，以众人朝觐的天房门市，以被身取的苍穹门市，以汪洋的大海门市。你的主的刑法却是要实现的，是任何人不能抵抗的。 在天体震动、山岳逝去之日，在那日，伤宅否认真理的人们，即妄言消遣的人们，他们将被投入火狱。这就是你们生前所否认的火星。 这是魔术吗？还是你们看不见呢？你们尽活欲去吧，你们忍受其中的刑法与否，随你们的方便。那对于你们是一样的，你们只受自己行为的报酬。敬畏的人们必得在乐园和恩泽中。他们因主的恩泽而快乐，他们的主使他们得免于烈火的刑罚。 你们因自己的行为而愉快的吃喝吧。他们靠在风烈成行的床上，我将以白皙的美目的女子做他们的伴侣。自己信道，子孙也跟着信道者，我将使他们的子孙与他们同级，我不减少他们的丝毫善功。每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 我将以他们所嗜好的水果和肉食供给他们。他们在乐园中护第酒杯，他们不因而出恶言，也不因而犯罪。他们的童仆轮流着侍奉他们，那些童仆好像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。于是他们大家走上前来，互相谈论。 他们将说：“以前我们为自己的家属却是战战兢兢的，但真主已施恩于我们，并使我们得免于毒分的刑罚。以前我们的确常常祈祷他，他却是仁爱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你应当教诲众人。” 因为借你的主的恩典，你不是一个占卜者，也不是一个分人。不然，他们说他是一个诗人，我们等待他遭遇危运。你说你们等待吧，我却是与你们一同等待的。难道他们的理智命令他们说这句话吗？ 不然他们是放荡的民众。难道他们说他捏造他吗？不然，其实是他们不归信。叫他们做出像这样的文辞来，如果他们是说实话的，是他们从无到有的被创造出来呢？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呢？ 难道他们曾创造天地吗？不然，使他们不确信真主。是你的主的宝藏归他们管理吗？还是他们是那些宝藏的监督者呢？难道他们有一架天梯可以登上去倾听吗？叫他们中的倾听者拿来一个明证吧。 难道真主有女儿，而你们有儿子吗？难道你向他们索取报酬，雇他们为
纳税而担负太重。难道他们能知幽玄，故能将他记录下来？难道他们运用计谋吗？不信道者将自重其计。难道除真主外，他们还有别的神灵吗？真主是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的。如果他们看见天掉下来一块，他们将说这是成堆的云彩。你任随他们吧，直到他们遭遇自己被震死的日子。在那日，他们的计谋对他们毫无裨益，他们也不受援助。不义的人们在那日之前必定要受一种惩罚，但他们大半不知道。您当忍受你的主的判决，因为你却是在我的眷顾之下的。你起来的时候应当赞颂你的主，在夜间和星宿没落之前，你应当赞颂他。